大家好，我是健美女大生。我现在来示范的动作是哑铃借力推深蹲。那这个动作是一开始拿两个哑铃放在肩膀上面，然后呢脚站到深蹲的站距，身体做深蹲，站起来的过程顺着站起来的力量，手顺势把哑铃往头上送。你站起来的速度越快，你手需要用的力就会越少。那我们从侧面看这个动作，你的哑铃要尽量靠近身体，推起来的时候也是推到头顶正上方，一直线直上直下。如果你一开始哑铃拿离身体比较远，你推起来的过程可能就会变得往前推，重心的位置就不对了。那如果两颗哑铃对你来说比较不稳的话，你一开始可以先做一颗哑铃，一样拿在胸前，蹲下去，顺势往上送。侧面看的话，因为现在哑铃在脸的前面，所以你下巴要稍微往后收，哑铃尽量靠近身体。那一样就是推到头顶。推到头顶，那这就是我们的哑铃借力推深蹲。希望这个影片可以让你更顺利的展开你的健身之旅。那让我们健身就从深蹲开始。